那么今天其实我们有要讲两个重要的作家，一个是赵树理，一个是柳青，是吧？那么其实呢，一部创业史，我们就至少必须讲四节课，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只好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我们去描述他们的一种作用、意义，是吧？那么为什么有农村题材呢？所以这点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文艺理论，你们大一的时候读文艺理论，可能老师会给你们解释这个题材这个概念，就是一方面它是一个素材，文学作品表现的素材，第二个呢是指现实生活的这个现实生活的类型，现实生活的内容和类型。其实一旦说现实生活，你发现它这个边界还是很难确定。那么什么意义上叫做素材？什么样叫素材？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一旦形成为文学作品，那么这样的素材是否还真的存在，是吧？另一方面就是说，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现实生活的内容和它这个性质，那么这个方面呢，有时候也很难确定。所以题材呢，只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概念。其实题材这个概念呢，最早提出来，我发现文艺理论的这个它也没有做。非常仔细的考证哈，据我所了解，这个可能最早是来自周扬1949年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做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但是他那里就谈的是主题，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的主题和题材它是不分的，所以你发现主题我们本来是说一部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是吧，中心思想，但是呢，在周扬这里呢，他做的主题实际上就是题材。他把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选录的177篇作品呢，主题做了统计。他这个统计呢，他就按题材来分类，什么写了抗日战争的主题、人民解放战争的主题、农村土地斗争的主题、工业农业生产主题、历史题材等等。你发现这跑出题材了，所以你会发现呢，他这里的主题呢，周扬这里的主题实际上是题材，对不对？这就说可以看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现实的内容。是吧？它有某种类型，但是这种类型确实它是很难截然划分的。你比如说写工业农业生产，写到农业生产，它很可能跟这个农村土地斗争联系在一起，它也很有可能跟战争联系在一起，对吧？抗日战争是吧？你看《风云初霁》，孙犁的《风云初霁》，那你说他写了土地，是吧？他也写了战争。你像莫言的《丰乳肥臀》。那他也写了土地，是吧？也写土地上的战争，而且这战争是这个一直发展到今天。所以有时候题材这个概念呢，我们说战争题材，在中国呢，我们下一步来讨论，就是说我们分成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是吧？就工农兵，我们来这样来对应。那么这样一种划分本身呢，是中国极尽现代性的一种产物。那么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当中呢，它不会做这样一种划分，比如说把文学作品称为这是农村题材作品，这是工业题材的作品，这是战争题材的作品，他们不做这样的划分，他们文学就是文学，是吧？文学表现人性，或者说文学要表现这个灵魂的痛苦等等，诸如此类，它是在那个形而上的层面上来对一部作品进行一种性质的和特点的一种分析。但是呢，在中国的极尽的现代性的这样一个意识底下，我们会有一个关于农村题材、工业题材的这样一种表述。那么这个表述本身呢，是我们极尽现代性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体现。所以说呢，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呢，这个农村题材呢，它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关的文学题材的划分，是吧？我们计划经济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所以在文化和文学上呢，就不得不以这样一种划分为前提了。那么，因为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的现实，它就是农业生活是它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农业生产是它最重要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以文学作品呢，它会大量的表现这个。农业表现农民，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国的作家大部分，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农民出身，是吧？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中国革命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说穿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它首先就只有写农民，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那么当然这又出现另一个问题，我们叫农村题材，但是为什么我们读文学史也好，读文学理论批评的文章也好，会出现乡土文学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跟农村题材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么乡土文学，当然我们说乡土文学这个概念它会早于农村题材，是吧？那么在我的书上对这个概念有比较细致比较清楚的梳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最早认为是1926年张定煌关于鲁迅的创作的评论，他称鲁迅的作品是乡土文学。那么这个术语呢，在现代文学中呢，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描写乡村的苦难与艰难，浓郁的乡土气息，怀乡和怀旧情调，对自然田园的美化等等。比如说像我国庆节回到我的家乡，那是闽北的山区啊，这个非常的偏僻，那么其实很落后很闭塞，是吧，也很穷困，但是呢在我的记忆中它非常美好，非常的美丽，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吧？然后那里的山也特别的青，水也特别的绿，是不是？那么我就把它描述为是这个人杰地灵啊，这个青山绿水啊，啊，那是武夷山风光，是不是？把它描述成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对乡村会有这种记忆呢？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因为我们已经变成城市人了，所以我们对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们对这样一个城市的有一种反抗性。所以反抗城市是我们对现代生活的一种态度，同时向往的农村，向往的田园，向往的过去，怀旧，这都是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认为你喜欢农村就老土，是吧？或者你是农民，一说这个农民就老土。但是呢到了后现代的时代，这个最时髦的是谁啊？最时髦还是农民，是吧？你像张艺谋，是吧？这个像一个老农民，穿着这个对襟的褂子，穿一双布鞋，他最酷，是吧？你如果这个时候才西装革履啊，那就不行了，不是大师，是吧？大师你看他都穿一个中山褂子，是吧？你看我们总书记检阅部队的时候，他穿中山装，是吧？他最有传统，是吧？最有中国的民族性，所以这个时候他是超越一种现代的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进步和落后的。那么像这些大师的，他都，你像那些电影导演啊，大师他都要穿这种中山褂子，穿布鞋。那么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现代人呢，他都有对传统对乡土的一种态度，那么这是我们反思现代性的一种立场。那么其实这样一种立场呢，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因为中国的这样一个现代的文学，乡土文学，它是深受西方的影响，那么更具体的说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那么在西方的现代的一个进程当中呢，有一个传统叫做恢复的浪漫主义传统。那么这么说可能大家不一定理解，但是我说华兹华斯、科勒律治，那么大家就知道了，是吧？英国的湖畔派诗人。那么这整个浪漫主义，实际上你会发现整个现代的文学艺术，从浪漫主义以来的文学艺术，他们是反工业文明的，反现代性的，反现代主义的。大家会觉得这些概念全部搞混了，是吧？到底什么是现代主义？到底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后现代？这几个概念大家肯定会因为有重叠，是吧？我不是今天能够讲清楚的。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在现代工业文明兴起之后，整个人文艺术、人文文化，它就是反现代性的。从卢梭以下，卢梭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祖师爷，是吧？那么卢梭说，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状态，沉思的人仿佛是变得智的动物。伏尔泰后来和卢梭交恶，他说读了卢梭的书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用四只脚走路。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卢梭他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始祖，他是反现代文明的，反工业文明，是不是？
那么浪漫派整个艺术、整个诗人，他们都是反现代、反现代主义、反现代。那么，所以现代它分成现代性有两种现代性，一种是社会化的现代性，就是我说的无限进步的观念、发展的观念，是吧？然后它发展出工业革命、工业主义，然后社会的组织化，然后有国家、有政权、有军队、有法，那么这一套。但是另一方面有审美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它就反这个现代。他就反思，他就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你看建立了国家，建立了这个军队，建立了这个等等，发展的这么建了高楼大厦，形成了城市的中心，那么他都反抗这个。所以大家看本雅明是吧？本雅明写的这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他特别写的这个游手好闲者，是吧？那么游手好闲者呢，就是一个反现代性的，他在城市里面游荡，他什么事也不干，游手好闲。东张西望，是吧？然后他成为一个逍遥于现代世界之外的人。那么这一点的这样一个态度，其实是整个西方现代以来的，我们称之为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始终去表达的主题。那么在绘画方面，恢复了浪漫主义，是吧？他画那种非常优美的那么田园风光，是吧？向往田园，向往自然。那么华兹华斯的这个最典型的《藤亭寺》，大家会肯定读过是吧？他写那个《藤亭寺》，非常优美的自然的风光。当然后来有文学史家就说，这个华兹华斯呢在政治上不正确，在他写《藤亭寺》的时候，那个时候英国是饿殍遍野，是吧？生活非常贫困，人民民不聊生。他不去写人民的痛苦和苦难，他写《藤亭寺》美好的大自然。是吧？大自然的风光。那么这点同样可以用在这个杨朔，是吧？大家读中上中学读过杨朔的散文《荔枝密》，是吧？还有什么《茶花赋》，是吧？他写这些的时候，1962年，就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也是饿殍遍野。他希望有一种有一种方式，就是把这个时代的美好带给人民，带给大众，希望人民呢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体会当中呢，能够感受到超越生活的那种信心。我觉得他这是另一个方面。对华兹华斯来说呢，他一直要以自然风光、自然风景来超越现代主义。他认为当时工业革命带来的恶劣的那种发展，农村遭到城市的这种掠夺，是吧？城市的这种荒芜，那么他通过对自然的这种向往自然的一种表现，来和现代城市文明对抗，来和工业主义对抗。所以，托马斯·哈代的有一本书叫做《苔丝》，德布家的《苔丝》有电影是吧？那个电影非常非常棒。但是他就是写当时19世纪工业革命给农村造成的一种损害是吧？一个城市对农村的一种掠夺，那么农村的这种姑娘。是吧？他们如何的向往的一种城市，丢弃的一种土地。所以在这些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二者的区别，就是说我们一说乡土文学，这本身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一点。只有在一个现代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乡土文学。那么农村题材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概念，它是一个极尽现代性，要对我们整个社会的生活做这样一种划分，来给出的一种定义啊。所以我们讲第一点，农民作为当代文学主体的地位。那么这一点呢，我呢不想多谈。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中国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想象呢，是从土地革命这里开始的。所以中国革命的主体就是农民，所以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呢，就是一种农民文化。所以我们大家要理解，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文学到今天为止，它是以乡土叙事或者农村叙事为主导的。那么，直到今天，我认为当今中国文学最有能力的，或者说能够称之为，我不知道叫大师，现在都变成骂人了哈。就作为最重要的作家，我认为有四大金刚，这个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他们写的都是乡土，
你看看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废都，当然废都有点城市哈，但实际上那个城市也是跟农村是一样的。阎连科的《兽活》，刘润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觉得这几部作品是当今中国我觉得最杰出的作品，我觉得放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一点都不逊色的。所以十一月初我还要去和顾斌理论这个问题，因为在人大呢有一个圆桌会啊。所以大家要理解，就是为什么贯穿至今的是这样一个乡土叙事啊，就是因为农民作为中国现代以来的，我们进入现代，我们这样一个现代的根本还是在一个农业文化、农业文明的这样一个根基上来断裂式的来进入了现代。但是我们思想意识，我们的主体，我们革命的主体，它还是农民。那么关于这一点大家比较好理解了，我不需要展开去论证。那么关于农村题材这个问题呢，我希望大家注意到几个细节。一个呢就是农村题材呢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呢也不是顺势而下，其中包含着曲折和斗争，但是呢它也有贴近文学本身的那种追求，这是大家所要把握的。那么一个是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那么史称大连会议。那么这个是考硕士考博士经常考的哈。那么其中我为什么把沈从文专门标出来的，就是大家读到大部分的文学史呢都没有提到沈从文参加这个座谈会，但是在最近在后来出版的沈从文文集里边发现了沈从文的一篇日记，这篇日记的记录了他参加了那次的座谈会。那么是因为沈从文不是正式邀请的会议的代表，他是到大连度假，但是邵全林碰到他了，碰到他，邵全林以个人的名义呢邀请他参加，当然个人也是代表了组织了。那么沈从文呢开始觉得不是正式的邀请他参加不太合适，但是呢他后来还是参加了，因为在他日记里面记录了一些细节，关于赵树理唱戏啊等等，所以证明了他是参加那个会议的。那么因为沈从文大家知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的作家是吧，所以在这里召开富有革命意味的农村题材的座谈会要邀请沈从文参加，也说明在邵全林他们的意识当中呢，中国当代的这样一个试图出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化的农村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它和中国现代的乡土文学依然有某种联系。也是在这个会上呢，邵全林提出了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